可再生资源有哪些？可再生资源是指通过天然作用再生更新，从而为人类反复利用的资源，主要有太阳能、地热能、水能、风能、海洋能、光能、生物质能等。可再生资源在现阶段自然界的特定时空条件下，能够持续再生更新、繁衍增长、保持或扩大其储量，依靠种源而再生。如果开发利用不合理、不科学，会使这些资源数量减少、质量降低，甚至耗尽。工业革命以来，随着人口的激增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，人类对可更新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。因此，对可更新资源的合理保护、利用和管理，使之保持不断更新能力，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。